高兴来了，以后妈妈每天给你这样吃，好不好？你抓得住吗？喂，嘿嘿。你干嘛不敢吃啊？我给他吃啊，他自己那个方向他吃不到嘴啊。你别光吊人家胃口啊！你当他是我们大人，你看嘛，他吃不到嘴。更搞笑的是放这儿，来来来，你看看，他抓不住，还想抓，他就抓不住。他就会想办法把它弄到边边去。开始了啊，因为面条会粘住。啊！你的面条呢？哎呦，哎呦！他一拿到手上就不知道他已经拿到手上了，然后还去找。